这是一款 IBM 的 X1-2014 键盘。我们有许多客户有这样的需求，就是 X1-2014 这款型号卖的还算可以。我们看看怎么样拆卸它的键帽啊。这是一款背光的白色底，支架，怎么样安装？大的按键，那有一个铁丝，这个边上有一个卡槽，从这个卡槽里面直接插入进去，就可以完成把这个支架组装好了。插入，先插入这个，安装完成。